小朋友们，到了吃糖葫芦的季节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口味呢？这个是汪汪队的成员小克，我们试一下黄色的糖葫芦。黄色 yellow yellow。 不对不对，那绿色呢？绿色 green green。 答对了。这个呢是小猪佩奇，那他的糖葫芦会是紫色吗？紫色 purple purple。 看来不是这个。再试一下红色。红色 red red。 对了，这个一定是红红的山楂果。这个是爆笑虫子，我们来试一下绿色的糖葫芦。绿色 green green。 哎呀，竟然错了。那黄色呢？黄色 yellow yellow。 对了。这个是超级飞侠的新成员雪儿，那他的糖葫芦会是红色吗？红色 red red。 不是这个哦。再试一下紫色。紫色 purple purple。 对了，把蔬菜站这里了。我喜欢来土豆城市玩。